哈喽各位，我是阿星啊，朋友阿旭给我介绍一个朋友，说有点事求我，所以说咱们赶紧的问这哥们什么事儿，好吧？哎，兄弟，清高了，崇拜你了。行行，我知道知道，行。我这有个女朋友嘛，然后过节过生日，啥包啥车都腻了，然后她一直有演员梦，我寻思让你当导演啥的，然后给她惊喜，给她一个惊喜。对，但是我首先不确定你对象跟你是真是有感情，还是因为你的物质基础比较好。如果这个玩笑开了之后，中间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了，所以我真的不建议你去弄这个，到时候整个双方都挺尴尬，对吧？没有事，我对我自己还有信心。大家星哥，一点小心。不是你拿钱砸你星哥了？没有，一点小心。你给我收起来！我跟你说啊，不是你拿钱砸我，你有病吧你？我既然你对自己有这么自信，可以，那星哥可以帮你，行吗？那这样，你把他你给我叫出来，地方我定，行吗？然后我去那边准备一下。是。喂，星哥，我先到电梯门口了，你在哪儿呀？你出来歇会儿去。哎，兄弟，这儿。哎，娘，好久不见了啊！这有对象吗？哎，星哥好。啊，长得挺漂亮的。咱镜头神坛了，我不了。这个公司还有点事儿，然后我先。行，那你忙你的啊，然后到时候我跟他聊完之后再给你打电话。行，你们好嘞，星哥，行了，来。圈呢，这点规矩呢，我还是知道的。所以啊，导演，我希望能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。哎呦，你干！哎，你松开我！人喊你啊！导演，电影圈还是不是？你坐这儿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闪光点呐、啊，什么闪光点呐、啊？你有没有什么特长啊？比如唱歌、绘画、跳舞什么的？你干啥往我这扑啊你啊？不是你这不有对象吗你、啊？在对于电影圈来说，什么电影什么，拉倒吧你、啊！你知不知道我是动画片导演啊？我不需要你啊！我跟你说，不是兄弟，你听我解释。哎呀，你听我，不是你，不是哎，干啥呀？哎，嘉宾，操，给我站住！干啥呀？这快！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呀你啊，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有危险啊？别他妈这么试，你不信我告诉你啊，你不生日吗？你生日他想给你个惊喜，让他妈我当导演，你不演员梦，你也是，你不出息，你往我身上扑啥呀你啊？你不有病吗？你往我身上扑啥呀？你是不是用钱砸的爱情，能信吗？给我整，把他俩给我整走，整走，妈一堆精神病，你俩随便打去。